我们又出来办大事了。早上去了乐山大佛，一早上我们俩就喝了几口水，饿到现在已经中午一点钟了，专门不吃饭就是为了吃乐山的跳脚牛肉。已经过了饭点了，人家工作人员都在那儿吃饭，店里面也没啥人了，就我们。饿不饿？超级饿。这家店也是一个20年老店了。乐山的甜皮鸭也很有名，我们也买一点尝一下，没吃过。这个可以买半只吗？那给我买半只。啊，甜皮鸭。这下面的糖还在往下滴呢。又去买了一份绵绵冰，吃这个吃上瘾了，这个好好吃啊，配着跳脚牛肉应该非常哇塞。哎呀，这一桌够丰盛的呀。这是绵绵冰。是豆花儿，然后嘿等等等等，啥东西？甜皮呀、啊、哦，来乐山必吃的东西之一。对，没想到吧。你出去一圈我等的都实在等不及了，但是我硬忍着口水没吃。这是翘脚牛肉，这是粉蒸牛肉，这是血旺，又是两个人搞了一大桌，是吧？没事，吃不完打包带走。开吃，我先尝一口这个。你先尝尝这个翘脚牛肉。牛肉看，哇塞，好嫩，是吧？嗯，好吃吗？好吃，而且一种草药的味道，而且很鲜，很嫩。哇！所以你说你去买个东西，我在这儿等，我不知道咽了多少口水。然后他翘脚牛肉给配的料碗呢，就这种干料碗，辣椒面跟这个味精，然后呢自己蘸着去吃就行了。牛肉蘸点这个干辣椒，嗯，爽，特别过瘾。但是这个锅里面是不是除了牛肉还有别的东西？对，它里面有牛肉和牛杂。为什么会有牛杂？没事，不是翘脚牛肉吗？啊，你吃翘脚牛肉，我吃翘脚牛杂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这样可以。这有啥？肠？这应该是肠吧？对，看蘸着辣椒面，一口下去，还行，没有那么辣。翘脚牛肉。非常适合外地人吃，因为它真的是清汤的那种。对，包括那个啥，包括整个乐山我们吃的这几顿美食，它都不像成都那样辣的让你受不了，对，让你浑身发抖，让你冒冷汗的那种。这边呢基本上都还，你可以选择带辣椒的，也可以选择不带辣椒的。里面有牛肚，这个你吃吧。啊，这个我吃，来。还是翘脚牛肉好吃，是吧？粉蒸牛肉跟翘脚牛肉一比的话，粉蒸牛肉就黯然失色，是吧？它平常应该也挺好吃，但是它不能跟翘脚牛肉比。天气热了，配乐山这边这个绵绵冰简直就绝了，来上一份这个，不管是吃啥美食都不会觉得心烦气躁，是吧？对。咱俩已经吃了几顿这个绵绵冰了，好吃，吃了三份了，是吧？牛骨汤，嗯，掺一股牛肉味，一股肉味，是吧？嗯，吸收了这个汤味，是这样。这个血旺啊，我在网上看人家说是把这个血旺倒到米饭里，这么一拌，把米饭跟血拌到一块儿这样吃。我觉得我不行，我还是这样混着吃吧，拌到一块儿感觉这个影响，有点看起来有点影响食欲。对，我也是，血我也吃，米饭我也干吃，但是把两个拌到一块儿，我总觉得下不了口。咋样？这血好嫩，是吧？好入味。我也尝尝血。哇。对吧？没有你，没有你怕的那种怪味道吧？没有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很嫩，非常嫩。嗯，拌米饭，
这够好吃了。嗯，再尝尝你刚才从外面买的这个大菜甜皮鸭。我反正我们俩之前啊，第一次从那儿过的时候，我看中甜皮鸭，我一看这个样子，我感觉不好吃，符合我们俩的饮食习惯。我也是。所以今天很多朋友说好吃，我们俩就那尝一下，尝一下。咋样？好吃。我看你这个表情，我都还挺意外，我以为你会眉头一皱。因为我总感觉它有外面有糖，然后再加上鸭的那个腥味儿，你懂吧？因为肯定很腥，很油腻味儿。对。哇，这个不，什么？皮儿特别好吃。嘿，我没想到你会是这个反应。嗯。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是吗？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对，我看到这个鸭子，我的反应就是咱平时在路边碰到的那种油腻油腻的那种鸭子的味道，所以我对它也跟你一样没有太大的好感。出乎意料，啊，这个好吃，这么好吃啊！嗯，你尝一口，特别好吃。得吃带皮的哈。对，带皮的好吃。来这一片。嗯，是比我预期的要好吃的好吃的好吃的多了。是不是？嗯。完全不腻，哎，这个甜味还中和了鸭子那个膻味儿。嗯，嗯，怪不得人家这么有名呢。之前朋友们推荐我还说，哎，我肯定吃不惯这玩意儿，打脸了。嗯，好吃。哎，今天的菜都很出乎意料，都比我预想的要好吃。好吃，好吃，确实鸭子好吃。这是半只鸭子，半只，对。我看出来了，我们俩最爱吃的是这个绵绵冰，吃光了，没了。因为天太热了，吃这玩意儿简直就绝配。对。肉捞的差不多了，开始喝汤。这汤很鲜，而且一股草药味儿。很好喝，这汤感觉就很滋补。那你多喝点，好不好？虽然我不知道它里面放了啥，就是感觉就很多。看你的脸焦黄焦黄的，啊！还有脸灼圆的。我发现了一个问题。跷跷牛肉不能跟绵绵冰配，跷跷牛肉里面有牛油，然后一吃牛肉再一吃绵绵冰，那个牛油全部骑在我的上颚上了，冷却在我的上颚上了，没考虑过这个问题，真的是啥神奇的事都能发生。咱还要花一顿的钱吃顿饭是吧？经常这样，我们俩经常就是吃一顿，然后带回去下午接着吃。这顿翘的牛肉又是我团购的，91块钱，刚才那三个菜还有米饭啥的，再加上买的那些甜品呀、鸭子呀，100多块钱，两顿饭又搞定了。咱俩就这么凑合了，这还凑合，大餐。但是还有啥？还有很多好吃的，咱还没吃呢，大整。啊？吃不下。下一顿，下一顿，或者明天，明天。这会儿呢，我们就赶紧回去。狗子，我们俩出来大半天了，狗子都冻着急了，赶紧走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